各位同学，今天我们利用这个机会与大家谈一些实际修学的问题。在近来有一些人告诉我，员工很难带，做老师的抱怨着说学生不听教诲，许多做父母的也常常谈到小孩不听话。那么这个问题确实是严重的问题，而不是一家一个人的问题，现在几乎是个社会问题。不仅我们的社会有这些现象存在，我们曾经走遍了许许多多国家地区，都普遍地存在了这些严重的问题。许许多多人都感觉到忧虑，这个问题究竟如何来解决？他们问到我，我也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也是一个严肃的问题。这是社会严重的病态，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病源呢是怎么产生的，如何来治疗。儒家曾说所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这个社会必然大乱。这几句话简单的解释，古时候讲君臣，现在所谓的领导与被领导，一个公司行号的老板是领导人，他的员工就是被领导的人。为什么员工不听话呢？那么做领导人应当认真地去思考，在今天这个社会，我们晓得团结就是力量。我记得在1983年我在纽约讲经，一些美国的朋友给我开玩笑，他说现在西方人几乎都能够肯定中国人很聪明，如果世界上这些人来比，一个一个比这中国人应该算第一，但是两个两个比，他那一算犹太人第一，
如果是三个人相比呢，他们承认应当是日本人第一。然后他用一种讽刺的口吻给我说，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不团结？这个意思是，中国人聪明智慧是世界第一流的，可惜他不团结，只为自己，不晓得为团体。那我听了他这个话，我笑了笑，我说这是上帝的安排。我这个答复啊，他是出乎他意想之外的，啊，他没想到我用这个口吻答复，他感觉到很惊讶。他反过来问我，他为什么？我说中国人要团结起来，你们还有饭吃吗？啊，于是大家哄堂一笑啊，把这个话题就转移了。虽然是一个玩笑的话，这个里面我们细细想起来，它有很深的道理。为什么今天日本战后啊这么一个衰弱的国家啊，没多久啊就能够成为世界经济大国？道理在哪里？西方人总是想不透。实际上啊，很简单，他们真正做到了领导与被领导密切合作的关系。你看看世界上许多地区国家员工对老板不满意了，往往就罢工抗议，彼此双方都蒙到重大的损失。我们没有看到日本人罢工，日本人员工对老板有没有意见呢？也有啊，他们有意见就是在头上扎一块白布表示抗议，工作依旧照常。这就是领导与被领导成功的例子。那这个老板看到员工有意见了，立刻很认真的要召集这个员工啊来开会，来讨论，认真的为他们解决问题。所以彼此双方啊都能够蒙利而不受损失。这个道理西方人一直到今天还没想通，怎么能跟日本人抗衡呢？日本人这套技巧从哪里学的？给诸位说，从我们中国学去的。这就是儒家所讲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懂得这个道理，他把这个道理能应用在生活上，应用在工作上，啊，应用在商场上，他成功了。我们体会到这个道理，就不难想象今天社会的问题。儒家教人，虽然他是教领导的人，要做君、做亲、做私，在抗战的时候，我们在南方还看到许多平常百姓人家堂屋里供的祖宗牌位上面写的是天地君亲师啊，在南方相当的普遍。这是我们儒家深厚的教育，教人做君做亲做师。我们佛门里面讲三宝，我觉得这三个字是治世的
三宝。在现代这个社会，我们应当要普遍的来宣扬。君是一个领导人，被领导的这些员工，你要有清心待他们，把他们看作自己的兄弟姐妹儿女，你要关怀他，你要爱护他，你要帮助他，这个员工产生感恩戴德之心，把老板当作自己的亲人，当作自己的父兄，这个情形就不一样了。不但要用亲心关怀他，对待他，还要用私心呢教导他。这个私是老师啊，你这个老板是员工的父母，也是员工的老师。父母对待儿女这恩呢，老师教导学生威严呢，恩威并施啊。你要真正去教导他，使他的技术日新月异，不断的向上提升。他的技术提升了，你的这个工商业呢，也就水涨船高啊，也就进步了。所以领导这个君如果只做到他领导的成分，没有亲的这个亲情，没有这个私心做老师的这个心啊，你只做到三分之一了，另外三分之二你没有做到，你怎么会不出问题呢？所以君亲师这个三宝要合一才行，那么你的领导的问题就解决了。日本人做到了，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同样的道理，现在家庭出问题了，子女不听话，不听教，道理呀也不离开这个原理。做父母对待儿女，你是亲情啊，你只做到这一方面，你没有私心，你没有君的这个心，你也是这个做父母只做到了三分之一，你缺了三分之二，你的家庭问题出来了。所以父母怎样把儿女教好呢？你要领导儿女怎么领导呢？你要做儿女的榜样。小孩看大人的样子你自己不正，要求他正，这做不到的事情所以你要领导他，你也是儿女的老师是他的老师你要教导他。你不会教，你自己本身要学教学相长于是你做亲，同时你也做君，你也做师，你的家庭就美满了，你的问题就解决了试问问你今天做父母的，你有没有做君做师的这个理念呢？有没有这个做法呢他说没有，那没有难怪你家里出问题同样一个道理，学校的老师现在教学困难许多这个中学的老师
学佛的这些老师们见到学生难教啊，啊，难在哪里呢？也是你这个做老师的也只做了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二你没能做到，不但没做到，你想也没想到。啊，你是个老师，你对待学生呢，你对他要有亲情。啊，你是学生的领导，所以我们任何一个身份，任何工作岗位，大家都能够懂得做师做亲做君，君亲师三个合成一体，我们做人才能得到圆满，才能受到良好的效果。啊，无论在哪个工作岗位，啊，也有人来问我，这法师啊，你讲的话不错，那我不是老板，我是员工啊，我员工怎么能做到君亲师呢？员工一样做到云清师、正清师啊！你虽然不在这个岗位上，啊，不在工作岗位上，你要有这个意愿。啊，换一句话，我是员工，我要做这个大家啊，所有员工的榜样，做个好样子给他们看，这就是做君这个理念。啊，我对于所有同仁，啊，我们都是员工，我对他们关怀，我对他们照顾，那你就是有亲心了，做亲的心啊！啊，我所懂得的技术，我很乐意的帮助他，教导他们。啊，虽然他们比我懂得多，但是也有我懂得他不懂的。啊，那么这就是做师的心啊。由此可知，任何一个人，无论你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工作，这个君亲师你都能做得到啊。人人都能做到，我们这个社会啊就健全了，所有一切弊病呢都能够啊消除啊，这是一个健康的社会啊，这是一个和睦的社会，是一个繁荣兴旺的社会，彼此能够共荣共存。这是讲的我们在这个形态上要做到这，内心里面要具足三德。我们佛法里面讲，觉正净是三宝。我把这个三宝啊拿到此地来做三德。啊，我们内心对人、对事、对物，觉而不迷，啊，正而不邪，心地正大光明，正知正见，心地清净不染，里面有三德，外面显示出三宝。中国古人所谓的做天地完人啊，完人就是没有一丝毫欠缺，真的是可以做得到啊。中国古人所讲的完人，就是佛家所讲的佛菩萨，佛菩萨就是最完美的人。这样才能够把
现代社会这个弊端、病态呀、啊，能够挽救啊。因此，我们的教学一定要有很简单、很明确的目标。这个教学并不是限定啊佛教的教学啊传统的教学，或者是现代学校的教学，我们要把它变成社会大众之教学，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体会到现实的状况，都能够发心修觉真经，做君做亲做师。在近几年来，我们在各地方弘扬佛法，佛法的内容实在是太广大了。古人有所谓，一部二十四史，不知道从何读起。佛家的大藏经几乎是十倍的二十四史。那我这是很保守的说法了，实际上呢是超过很多啊，浩如烟海的经典，我们从哪个地方下手呢？不能不掌握到纲领，找出它的方向，以很短的时间收到修学的效果，对于我们才有好处啊，才有利益了。佛陀非常慈悲，他将他一生所说的已经归纳成啊好几套的纲领，这个里面有简有繁，譬如三学啊、三会，这个很简单，虽然简单的，里面意思太深啊。我们晓得戒定慧三学，文思修三会。只知道这个名相啊，这个名相里面所含的甚深的意趣并不了解，因此听了不得受用，想去学依旧找不到门路。那比较容易体会的纲领，像三福、六合、六度、十愿，这个都是世尊为我们归纳的这个纲领原则，所用的文字我们讲是佛学的术语，解释很费事。这个境界也非常广大，你比如讲一个布施，在华严经第六回向章里面就讲了100多种布施，可见的它不是简简单单的像我们一般看到这个两个字自己想象的那差远了。
于是我自己将修学的心得了，我也把它归纳为十条二十个字，这个呢比较容易懂，也容易记忆。这二十个字十条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十个字五条存心啊，这些年来我在海外提倡四好，四好第一个是存好心，好的标准是什么呢？真诚，不自欺，不欺人。现在这个社会，能做到这个人，做到这一条的不多，但是我们要晓得，一定要做到。你要想真正利苦得乐，真正要想过到幸福美满的生活，没有别的，以真诚心处事待人接物，然后才真正做到福粮无愧呀！上对得起天地呀，下对得起一切众生呐，这种心情多舒畅啊，多自在呀！那么由此可知，以虚情假意对人，纵然不像佛家讲的忏悔，自己还是有良心呐，不知不觉当中啊，受到良心的谴责。你的心不安，睡觉都会做噩梦啊！这种苦从哪里来的呢？从一个虚假对待一切众生而产生的结果。所以，所作所为呀，真的叫得不偿失啊！为什么不用真诚待人？第二呢，一定要修清净心。现在大家知道，这个地球自然生态已经被严重的污染了。科学家给我们提出警告，这种污染如果不能够立刻把它终止，他们的预言50年之后啊，这个地球上就不适合人类生存了，这是一个严重的警告，有科学的根据啊！为什么今天环保、防止污染得不到效果呢？世间人所见的实在讲，只是看到外表，其实比这个污染更严重的是人心的，心地的污染、精神的污染、思想的污染、见解的污染，这还得了吗？内外都有严重的污染，科学家说50年地球不适合人类生存，我看这个时间说得太长了。所以我们今天的教学，我们今天的宣导，要以清净心摆在第一啊，这是环保，这是防止污染啊，从保护我们清净心做起，一定要守法，一定要修定，要修慧啊，
身心清净，我们身就清净，身心清净啊，外面环境就清净，这才是我们讲环保是从根做起啊，才能收到真正的效果。每一个人都关心自己的健康、快乐、长寿啊，健康、快乐、长寿从哪里得到？给诸位说，从清净心得到。啊，有许多同修，海内外都有，啊，特别我在日本，啊，他们都来问我，他说：“法师啊，你平常用什么东西来保养啊？吃什么样的补品啊？啊，你的身体这么健康，精神这么好啊？”哎，我告诉他，我说我有一个最好的补品，他什么东西啊？我说台湾自来水公司的自来水。我除了一般普通的饮食，我的饮食随缘，不麻烦别人，人家给我什么我就吃什么，吃的简单，吃的很少，我不吃零食，不吃一切的补品啊，那些补品啊都有副作用啊，你看有钱的人家，富贵人家天天补，补出一身的毛病出来了啊，要知道什么东西是最补的、最营养的呢？心地清净，心里面没有烦恼，没有分别，没有忧虑，没有牵挂，你说多自在啊，这个多快乐啊！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啊，这种喜悦是从内心里面流露出来的。世间人这个喜悦去找快乐上找刺激，那个找刺激就等于打吗啡吸毒一样啊，那是不正常的快乐啊，正常的快乐是从清净心里面呢生起来的啊，这是真乐啊，这是真正的滋养。所以佛门里面讲修禅定定功深的人，禅悦为实，这个食是个比喻，就是营养，禅悦是最殊胜的营养啊，也就禅悦就是清净心当中升起的喜悦，佛家常讲法喜充满啊，你要能够得法喜，那你就快乐了啊，你就会健康，就会长寿。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其次要修平等心，我们待人对自己要清净，对人要平等啊，不要有分别，不要有高下，不要看到富贵人啊，我们就特别尊重一下，贫贱人我们就瞧不起他，这种歧视是错误的啊，应当以平等心待人啊，觉悟啊，以觉悟的心啊对待一切事啊，正觉对事，以大慈悲心关怀一切众生，照顾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看到别人就跟看自己没有两样，他只要肯接受，我们就全心全力的去帮助他。这个五条啊，就是好心呐、啊，啊，存好心，一定要做到这个五条：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有好心呢，我们当然就能做好事，好事，穿衣吃饭，
都是好事。啊，只要与好心相应呢，都是好事。与好心不相应呢，这个事就不好了。啊，所以后续有五条啊，就是，做好事，说好话，做好人。啊，这个五条是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啊，看破是学问，放下了是功夫。啊，所谓看破，就是对于宇宙的人、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宇宙是我们生活环境，从贴身的一件汗衫，到无穷的广大宇宙，都是我们生活环境，是我们生活的空间。人生呢，就是本人。啊，换一句话说，我们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生活的环境，知道我跟人的关系，我跟万物的关系，我跟大自然的关系，我跟天地鬼神的关系，我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这样啊，才能真正放下。放下的什么呢？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烦恼、忧虑、牵挂，统统都放下了，这才能真正得到清净平等觉。啊，如果你还有妄想，还有分别执着，你的心怎么能清净？怎么能平等？怎么能开悟？啊，那么由此可知，我前面所讲四句的好心呢，是我们的真心呢。佛家讲的真如本性，人人都有啊。可是这个好心现不出来。这叫有业障了，不，业把它障住了，障碍住了。什么方法把这个障碍除掉呢？看破放下。啊，这四个字是真实的智慧呀。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说法49年，当中他用22年的时间讲般若。般若的内容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教给我们看破放下。他说的东西很多啊。这一部般若讲了22年，由此可知，般若是整个佛法的重心，主要的部分。般若是智慧呀，你有了真实的智慧，高度的智慧，圆满的智慧，你把所有问题呀看清楚了，所有的问题呀都明了了，然后处理当然就容易了。所以佛法是高度智慧的方法，佛学是圆满智慧的学问，怎么能不学呢？不但我们一般人要学，实在讲，连所有的宗教徒都要学佛。啊，这个话不是开玩笑的话。我在很早，民国56年，在辅仁大学讲演的时候，啊，他们学校请我。我那个时候一看这个座位前两排呀，啊，都是一些神父秀女，我看得高兴极了，我就劝他们学佛啊。我说你们信仰
这个天主教啊，上帝是你们的父王，你们跟上帝是父子关系啊。你来学佛，你跟释迦牟尼佛是师生关系，没冲突啊。那这些神父们听了都笑起来了，这是真的。啊，去年年初我在澳洲布里斯本啊，参加他们少数民族一个论坛，这里面有14个宗教团体啊，他的主持人是他们的局长，是犹太教，他是以色列人啊，入籍在澳洲，他邀请我，我看到这么多的宗教领袖太难得了啊，我把佛法跟他们说清楚，佛教是教育，不是宗教啊，超越种族，超越国界，超越宗教，佛法修学智慧啊，你们任何一个宗教，任何一个宗教徒问问你要不要智慧啊，大家都要智慧，要智慧到哪里学？到佛门里面来学啊，这个里面有究竟圆满高度的智慧，能够帮助你解决问题啊。我曾经有一度在这个天主教多玛斯修道院，他们办了一个东亚精神生活研究所啊，这个学生是神父跟修女啊，算是一个研究班，他请我讲佛教精神生活，我说很可惜啊，如果叫我来给你们讲圣经讲那个，哦，那就有味道了啊，替你们真正解决了问题啊。所以智慧啊，无论应用在什么样的生活上，应用在哪一种工作，哪一种学术，哪一种科技，都是达到巅峰啊！这是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的。你要想得到这个智慧，佛说了，智慧是一切众生自性里面本来具足的，不是从外来的。只要把你的障碍去掉，去掉障碍的方法就是看破放下，认清事实真相，把你业障放下了。什么是业障啊？妄想是业障，分别是业障，执着是业障，烦恼忧虑牵挂都叫业障。你们明白这个东西是业障，学佛的同学你们想想，你们去拜个忏念个经，业障有没有消除呢？你想想看，你拜了忏念了经，是不是啊？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就少了啊，你的烦恼忧虑牵挂就没有了，那很有效，你忏悔没错，真的业障铲除了。假如你天天做这个行事，你的这个烦恼习气还天天增长，你就要觉悟了，你就要反省了，你的业障没消除啊，不但没消除啊，天天在增长。这个不能不知道，不能不清楚啊。所以修行关键总归结起来，我们用现代这个话大家特别容易懂，就是看破放下。那么做到这一点呢，看破你学问成就了，放下了功夫成就了，于是你的生活就得大自在了啊。所以底下是自在随缘，自己得大自在啊。啊，我想不少同修啊念过心经，你看心经一开端，观自在菩萨啊，那就是观世音菩萨了。观世音菩萨自在啊，啊，他为什么自在呢？前面有个观，观就是看破啊，观是观照啊，照见的
能看破，看破的人一定放下，他的自在。啊，那么他的生活，生活随缘呢，决定不攀缘。啊，随缘的生活太好了。随缘用现代的话来说，顺应大自然。啊，换一句话说，我的生活是顺着自然生态的生活，这是最健康的生活。啊，现在人不懂啊。我们中国古人懂啊，你看我们读《礼记》，读《月令》啊，《月令》是讲饮食起居啊，哪一个月吃什么样的蔬菜，吃什么样的东西，月月不相同啊。什么道理呢？顺乎自然，这一个季节生长的这些东西，我们吃这个季节的，那就是最健康的。所以夏天热天你要吃热的东西，对你身体的健康跟大自然相应呢。冬天呢你要吃冷的东西，与自然，所以冬天吃的东西凉性的。你们看看大白菜大萝卜，冬天生长的凉性，热天生长的菜热性。现在人哪里懂得，热天要吃冰啊，冬天要吃火锅，糟糕啊，吃出一身毛病出来了啊。为什么呢？它不是顺乎自然，它是跟自然呢违逆了，所以一身的毛病出来了啊。外国人不懂，情有可原呢，现在中国人不念古书啊，我们中国历史渊源久啊，最懂得养生之道啊，所以你读古人的书，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啊！啊，生活饮食起居顺乎自然，这是最健康。啊，健康长寿之道从这里来的呀，不需要靠什么补品啊。每一个季节所生生长的这些植物，就是最好的补品。我们的工作也要顺乎环境，顺乎自然啊。我们的情绪也能顺乎这个自然四时啊，春夏秋冬四时，这叫随缘。普贤菩萨行愿品里面教给我们，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随缘当中才能真正得到法喜，才能成就真实的功德。啊，最后我们用念佛这个法门把它总收了。啊，我说的这个十条，诸位一定要知道，每一条里面都圆融含摄其余的九条。十条是交错的，十条是构成一体，不是十个个别，每一条里面都去做了十条，然后你才懂得我讲的念佛。什么叫念佛？念，你看看中国的文字，念呢，是上面是个经，下面是个心，这也是个会意的字。什么叫念呢？现在的心。佛家讲现前一念，就是说的现前呢一念的心，这是念的。现前的一念心中有真诚，有清净，有平等，有正觉，有慈悲，有看破放下自在随缘，这叫念佛了。
这个十条就是佛啊。真诚里面啊，真诚什么叫真诚呢？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一直到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这就是真诚啊。所以每一条里面都圆圆满满具足其他九条。华严经上讲啊，一皆是多，多皆是一，一多不二啊。微末经里面讲入不二法门啊，你怎么会不自在呢？你怎么会不快乐呢？啊，你要契入这个境界，你自己会深深感触到，我是这个世间最快乐的人，我是世间最幸福的人。啊，如果你生于富贵，你是富贵里面快乐的人；如果你生于贫贱，你是贫贱里面最幸福的人。快乐贫贱不分贫富啊，不分贵贱呐，它是平等的呀。啊，富贵贫贱这个现象从哪里呢？因果上带来的。啊，我们看到人家有钱发财了，他前世修财布施啊，他得到这个果报理所当然的。我今天没有他的财富，我前世没修嘛，我没种因嘛，这一生当然没有果报嘛。可是我虽然没有修财事，我修了法事啊，我现在有聪明有智慧呀，或者有修无为布施，他今天健康长寿啊。当然佛勉励我们三种因都做啊，你这个财事法事无为事你都修，你的果报就圆满啊，你的这个财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你都能得到，那当然是最圆满的。如果没有真正善知识开导，我们怎么会晓得呢？啊，所以世间人修因呢不圆满有他的道理，他没有了解事实真相啊，唯有真正契入佛法的人他懂得啊，他知道修善因呢将来一定能够得善的果报啊。所以念佛，念佛就是念心呐，就是念心呐啊。我们前面这个五条刚才讲存好心啊，这个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这就是做好事说好话做好人，我们的四好才真正落实了。四好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啊，它是非常具体的啊，非常实在的，确确实实落实在生活层面上，工作层面上，落实在整个的社会。我们希望社会能够得到祥和，消除一切这个戾气，能够达到共存共荣互助合作这一个理想的目标。今天呢就介绍到此地啊，谢谢大家。